这个容易吧？嗯，你知道他现在干什么都可以跟我说。 红豆饼好吃吗？谁放的？刚没有。你不要再麻辣不干净了。阿用放的啦。红豆饼你买的？嗯。我以为是阿用买的，所以我给福分吃了，是吧？怎么？哎，你们思雨啊？没有啦，你那个时候太忙了。如果你想要，我再买一个给你。我们之间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红豆饼可以解决。 之前是我不好，我是个妈宝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已经跟妈祖买房出去住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这阵子我一直在看房子啊。太慢了吧？我有预备一间工作室给你。 几房几厅？4房2厅2卫浴。放这格局。方正，坐北朝南。那以后小姐姐们。因为我在，你就不需要小爷。到了算了。哇。肩膀好酸，怎么办？这个容易吧？嗯。你知道他现在干什么都可以跟我说吗？有点太重。太重吗？嗯。你好，我是六号海龙王，很高兴能为你服务。这边也需要你服务。嗯。 正品需要吗？那还用说。